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莫，是那个想要走遍56个民族的姑娘。这应该是拉裤子的最后一期视频啦，阿莫最后带你们听几首歌呀。就像这样围坐在火塘边弹琴打鼓唱歌的午后，就是阿莫在拉祜族的日常了。那是一段非常非常开心的日子，我想我以后会天天怀念的吧。关于拉祜族的介绍我们就告一段落啦，从下期视频开始，让我们期待佤族那个会用头发跳舞的民族的精彩吧，拜拜。